的一位呢，我们很厉害的全球的季军歌王，也是我们亚太区歌王歌后争霸赛的季军，是 NCC U Fame 全国的总冠军，他的名字呢叫做陈俊廷，带来了一首快节奏的歌曲《别两千》。 谢谢二二三的朋友、其他朋友，听一下您可爱的掌声，再次好不好？谢谢。